浙商银行科技防诈半年识别115万笔风险交易。一直以来，高度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和知识普及宣传教育工作。浙商银行通过科技赋能，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。手机银行、企业等系统上半年累计调用反欺诈决策引擎1772多万次，共准确识别115多万笔风险交易，并实施风险处置。9月13日，浙商银行台州路桥支行工作人员在回答客户咨询时，敏锐发现一起冒充购物平台工作人员的诈骗，及时制止客户对外转账。8月24日，洛阳分行在办理4名异地户籍男子开户时，识破其办理工资卡谎言，立即将可疑信息同步上报洛阳市反诈中心，后洛龙区公安分局介入调查，当日即将涉嫌非法开办、买卖银行卡的16名嫌疑人全部抓获，并当场查扣银行账户57个。